开始。等一下，我整理一下钱啊。是，就是说我夹到之后，我就是说，真的就给我就。对啊。行。但是你觉得你能夹到多少？哎，怎么什么意思？你拿走了？没有没有，我再摆一下。嗯。我再摆一下，我再摆一下。你觉得你能夹到多少？嗯，夹几次？嗯，夹几次都行啊。啊？那我怎么夹到？夹几次？我给你摆的容易夹一点，好不好？不。为什么不？我就是说我能夹几次？能夹十次。十次。嗯，但是我给你摆的容易夹一点，好不好？那我夹完之后我放哪里呢？嗯。夹完之后你随便放，只要你夹起来就算你的。 好吗？好好，那我们开始了。我开始夹啊。对，超级多钱哦，1000多，夹吧。哇塞，啊，你别夹那么多吧，这都是我的钱啊，你少夹一点。我夹完之后可以摸吗？还是我直接放到一边？你放到一边，等一下我们复盘。你怎么把我的都夹走了？不带反悔的。你都夹差不多了都。是吗？对。不可能吧，1000多呢。感觉没有了。还有，你听到了吗？我两次了。算了，我改主意了，只能加3次吧。啊？要不然这个游戏就没意义了。就是你夹10次，不就全就夹走了？还有最后一次啊，我给你提个示好不好？嗯，其实你还剩一点点就夹完了，就在你的，对，就在你的左边和右边。你刚一块的夹了好多。哎，听到了吗？哦，那是你刚夹上来的。什么？对啊。哎，你刚都夹住了。对对，就在那，就在那，就在那。你人还蛮好的。哎，被你划拉到腿那边了。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好，3次。好，你睁眼吧。这边都是我的吧？对。Sorry 啊，那些都是你的，我没撒谎。不是，那你骗我。啊，那你再夹一次好不好？哎呦，别咬我！你再夹一次，你再夹一次。夹什么？夹钱。你都放的是没有没有，我错了，我重新，你再夹一次，你再夹一次，好不好？夹100的。对对对，夹100，夹100，来吧，夹吧，这回真的是100的，真的是100，这回真的是100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你别骗我。嗯哼。我能夹几次？嗯，你往那边夹。放在那边了，这边，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有东西啊，往下走，感觉到了吗？这里，对，几次啊？你夹到了已经，你拆开看吧。什么？你拆开看吧。拆开看。就是把眼罩拆下来。哇。这是给你的，又来了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好了，喜欢吗？真给我？对，我才不要你的压岁钱，我不要。小狗也有压岁钱，这是多少钱？3万。你怎么能给我3万块钱呢？我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？我不要，你听话。嗯，都不是连号了，也不是新钱，那又怎么了？我不要。你就从哪弄的1000块钱？你哪来这么多现金？嗯，听话。不要，放包里。啊，听。
听话。我不要。你不听话，不给你吃小火锅了。你为什么踩在地上都不穿鞋呀、啊？嗯，你穿上。不，你还不爱我？嗯。哎。啊好，坐坐啊！不行行，不行行。嗯，那你把这个放包里，我就给你吃，我就给你吃小火锅，快点，咱们吃饭了。好吧。嗯，用刚才夹筷子那个，夹钱的筷子。嗯，你把鞋穿。干嘛？不许放包里。你要放我包里，你就不是全世界最听话的小狗了。放我化妆包里也不是。你除了放自己包里以外，你放哪都是很不乖很不乖的小狗，我就不再喜欢你了。好吧，那就谢谢老婆了。那这一桌也能都给我吗？什么？好，你拿走吧。捣鼓啥呀？你说说。我们吃饭吗？好的。